青春已消亡，
作之前，他一些话对我，想跟你分享，好吗？好。好吗？好。过去，大家可以叫我小郭。我今年20岁，我是屏东第一科技研究。也就是说，从9岁十岁那年，我自己一个人从屏东遥远的到台北县，就这样10年过去了。这10年来，真的吃了很多很多的苦，掉了不少眼泪，也受了不少伤。不过很庆幸，我们一直放弃。现在的办法，也是。因为如果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机会在这边路上演出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，没有这些累，今天也没有机会在这边把我的青春、我的童年、我的十年在这一刻奉献给在场的每一位，希望你们喜欢。OK， 说了那么多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就是前面的动作消耗非常非常多的体力，想趁机休息一下。因为这个动作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，到现在已经准备好要来挑战它了。各位，现在送给你们最后的力量还有勇气，好吗？